这是一部舞剧艺术片，它取材于著名的敦煌壁画。故事发生在唐代，中国画工沈笔章和女儿英娘在丝绸之路上搭救了波斯商人伊努斯，但不幸遇到盗匪的抢劫，致使父女离散。五年之后，英娘沦落街头卖艺，巧遇沈笔章，伊努斯不惜重金赎回英娘，父女得以团聚。天伦的乐剧是沈笔章才思勃发，绘出了敦煌壁画的传世佳作《反弹琵琶祭月天》。不料，画墨未干，横祸又起，是令巧立名目，意图霸占英娘。沈笔章万般无奈，只得让女儿逃往波斯。直到伊努斯再度来唐，英娘才得回归故国。可是，侍令并不甘休，又勾结斗虎拦截波斯商队。沈笔章为救老友，奋不顾身，点火报警。不行，惨遭杀害。27国交易会上，英娘和伊努斯现役名冤，河西节度使严惩了恶人。万邦通好的丝绸之路上，飘飞着吉祥的花语，响彻着友谊的笙歌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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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